朋友，由惠斯亞集主辦同埋姚柏良議員辦事處協辦，家長會協辦嘅惠斯良貧會之音，現在開始。江卓公先生和黎子峰小姐，有请两位。大家好，大家老友记你又好。大家好。吃了饭没啊？还没吃饭啊？那啊，江先生你请他吃吧。好，由惠斯雅集主办，姚柏良议员办事处及蓝田社区家长协进会协办的惠斯良朋会之音，现在开始。大家好啊，我今天是大会司仪江卓峰啊，我是 Grace。 首先多谢大家来临参与这个节目，也多谢为大家献唱的朋友，因为为了今天的演出呢，他们花了不少时间去练习，都是目的是想给大家一个开心的下午，请大家细心欣赏。那么事不宜迟了，那么打头阵呢，个曲谱呢就是永系不了情啊。永系不了情是三年一哭二郎桥的故事，讲述一对青梅竹马的二郎和春香，他们因为战乱而失散，春香其后就嫁了给二郎的哥哥，当二人重会的时候就慨叹天意弄人。那我们就义不容辞了，现在在很热烈的掌声请谭翠琼小姐和欧慧凤小姐，现在有请两位，永系不了情。
水啊，秋刀啊，啊难难难难疏离，可怜藕断上连丝，未了相思，都系往往天意。
后抛残红豆何所寄？爱世风残照断肠枝，从此心随命啊。皇上亲，全系兄长抚养成人，此恩自得没子难忘，盼你代传孝弟，二郎感同身受啊！此后难。
苍茫无一大雨，二郎桥畔两依呀依，从此天涯人去呀依，四海为家任妻呀似，别以一家姓，伤心地呀。Hey.